注意看这个无氪玩家，居然有三千颗石头。来到这个无氪玩家，三千颗石头直接开抽。来喽，石头你们居然直接毕业，无氪玩家得到了，哇哈！一炮大奖，无氪玩家要毕业了吗？哇，毕业了，我还两张奖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省石头了啦。花五十颗石头毕业，继续存石头。他该不会每个合作都这样抽的吧？石抽拼人品，这个不是阳寿账号。每一个合作的自己喜欢的都拼石抽，然后直接再存石头，可以这样吗？太神啦！原来这个就是无氪的力量吗？太水了。留言区看更多完整版影片。